战场上两名士兵想要抽烟，可翻遍全身也没找到打火机，于是队友灵机一动，直接开来了一辆坦克，成功点燃了香烟。到了下午，他们的烟瘾又犯了，可是掏出烟盒晃了半天，里面就仅剩最后一根。老六顿时心生一计，要来了唯一的一根香烟，然后在二人充满智慧的眼神中将其塞进鼻孔，给队友表演了一个神奇的魔术，把这俩二货逗得哈哈大笑。可是当队友让他归还香烟时，老六却耍起了无赖，队友气得瞬间上头，翻遍全身也没找到，无奈也只能骂骂咧咧的离去。等到他们走后，老六左右观察，确定四下无人时，才急忙掏出了打火机。老六这波操作是真的溜，过完烟瘾之后，他又拿出家属们寄的信件。由于战场上炮火轰鸣声太大，他只好扯着嗓子点名。MacPherson，